鲜，火字旁，鲜鲜两点，第一个点要大，比第二个点要相呼应。撇，用竖撇向下垂直，过了点之后向左边撇出去。这个点，三个点的话，间距要小，要近一点。四个竖画间距基本相等，横不要太长，竖画在两个竖的中间，要垂直，要粗一点，横画向左弹出去要长。右边短，注意。这边是短的，这边长的，向左突出，向左下方斜的，右上部留出空间，活字应该是向左上部靠。同。按下去要粗重一点，所以左边的竖要细短，要向外越有成弧形；右边粗也长一点，也是向外越有弧形。里面的部分尽量向左上方靠，离上方离左边要近一点。间距将基本相等，下面空间要大，上挤下松，高低要错位，横细竖粗。